只需要一个基础扫弦节奏型，带你学会这首回不去的和指时间，还不快进来学。好，这首歌曲呢，我们一共用到了七个和弦，一种节奏型。首先我们来看右手的节奏型部分，右手节奏型我们用到的是一个两拍的扫弦节奏型，也就是下下下上。第一拍是一个四分音符的下扫，第二拍的前半拍是一个下扫，后半拍是两个十六分音符的下上，共同构成半拍。那么整个节奏型连起来就是下下下上。好，左手和弦部分，第一个和弦 F 和弦，第二个连 G7，然后 EM AM DM G C。 好，下面我们把节奏型带入到和弦，每个和弦弹一遍扫弦节奏型 F G7 EM AM DM G 最后 C。好，我们看到歌词部分，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呢，都是和弦下方对应字的。和弦下方对应字的时候，我们同时边弹边唱。好，比如第一句 F 和弦对应风字，那么我们第一下下扫同时就唱风字，风又起叶落地，然后换 G7， 思念更浓郁，然后换 EM， 自别离未停息。好，我们整首连起来示范一下。风又起叶落地，